有感觉告诉我，不要动啊！一点点感觉就不要说了。好啊。上初几了？初四。明年上高中。明年中考是不是？还提前开学是不是？你在哪儿上？隔壁这个实验中学吗？不是。啊，这实验小学。那是一中离这也近。一中在哪儿？一中就那个旭日小学。旭日小学，啊，旭日小学好像也不远，也就是附近。人多不多学校？只是初中吧，那还是也有小学。只是初中。那也不小。解决一边了。没骗你吧，只要不发炎，修的时候几乎没啥感觉，是不是？强多了，看你以前那个发炎重的没法下手都。实验中学有点悬。啊，高级中学，开发区高级中学。到那里边也有区分，也是看成绩呗。对，也有别的是吗？至少都得 A。那就得努力了。是不是没感觉就修了吧？这两边，对，小的还可以啊，不疼，给你顺便修一修。大的不疼，小的更不会有感觉，修着。
右边，小的右边吗？一般就你的你那个脚的内侧比较重一点，是不是？左脚也比较重。不发炎，修着也好修。咱俩都省事儿。我为什么让你坐这边？我怕你疼，你一喊影响那边采耳。你现在